金手钱，不然就请问钱是谁金手？我等下叫那个狐狸。好，马上来，好不好？今天太精彩了。OK， 来多少钱？热血球迷，因为我本来是他的球迷，所以没办法。对，可是我就是爱篮球。对，啊，真的吗？啊，就开什么玩笑啊？九成吗？十万，从我打球时代，从我到现在在挺，现在挺下一代，算姐姐了。下一代，姐姐挺，我哎，十万好不好？姐姐什么没有？钱最多。也没有，她选最多。明天菲律宾还是？OK 啊，看韩国家嘛，开玩笑。没有他，没有，我觉得今天已经很嗨了。明后天再说好不好？可是今天就是情绪到了，现在是真的假的？开什么玩笑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接受前辈，你知道？没有，这是单纯是球迷，自己的篮球怎么样？自己的篮球自己叫。